各位朋友，今日奧運比賽咧就首輪咧就公開發售，咁啊頭嗰50號籌嘅客人咧喺8:30咧就已經上咗去橄欖區啦。咁依家咧係跟住50-100嘅喺度等候嘅，其實見到個場面咧都發展出地方大，所以咧安排都唔錯。咁啊確實咁樣下半場咧有差唔多有5個大門一齊開。都會係李威登、Redman 啊、李永芳咧，就喺琴日啊、前日都出咗架單、出咗落書，所以都今日講呢個出席率咧，都大概係50%到啦。咁有1-2成都會俾其他嘅樓盤吸咗去嘅，因為大家嘅位置唔同啦、背景唔同啦，所以客人嘅需要都有唔同。咁啊，但係確實嚟講，5月份去到今天咧，有720多間嘅一手樓。估計5月份去到5000宗咧，係有機會做到嘅。咁大家你望一望依家喺度排隊嘅，咁都係發展商喺疫情之下有咁嘅地方安排得非常滿意嘅，都安全嘅，大家都。我問佢哋先，一陣捉埋佢哋位。好，thank you。